Jessica, are we ready to go? Okay. Welcome to today's news briefing with Ethnic Media Servi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少数族裔媒体的新闻简报会。我们和一个伙伴长期合作，共同举办此简报会的是长期合作伙伴联邦贸易委员会，维护美国消费者利益，保护他们免受欺诈和不公平商业行为侵害的两党政府机构。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是虚假工作和Fake jobs. 这个表述是非常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赚钱骗局，这些骗局正在所有社交网站上面泛滥，尤其是从 TikTok、Instagram 和微信到在线求职网站等等。这些网站呢的广告诱惑着那些想要自己创业或者急需要赚快钱的人。Sometimes 有些时候人们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短信或电子邮件，你被这份工作录用了，在家工作赚大钱。在网上搜索交易或者是投资，那么自称专家的人就会向您抛出橄榄枝，承诺在一到三个月内获得20%、30%到40%的回报。那谁能够抗拒这份诱惑呢？您如何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工作或合法的投资机会，什么是骗局？我们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发言人将会领导您了解最新的骗局，尤其是针对于特定族裔群体的骗局，尤其是那些针对于英文不太好的群体，并讨论 FTC， 也就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如何打击骗子并赢得官司。这要归功于人们对骗局的举报。我们今天的发言人包括 Kathleen Daffan， 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营销实践部助理主任。Federal Trade Commission。Rosario Mendez， Rosario Mendez， 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和商业教育律师，以及我们如果幸运的话，会有一位和我们分享故事的人。有些时候，如果人受骗了，不会愿意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这位讲者，他会分享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他当时因为这些骗局而受骗。我们希望讲者能够放慢语速。我们有西语、普通话和韩语的同声传译服务。请记者朋友们把问题输入聊天框。我们的讲者，请您在适当时候回答这些问题，直接在聊天框中回答也可。我们会把今天会议的视频以及讲者的生平简介和联系方式发给所有的参会者。如果您想安排一个一对一的访谈的话，我不会保证说这些讲者会随时候命，但是我确定他们会尽量去，也欢迎大家的一对一访谈，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直接联系他们就好。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我们第一位讲者 Kathleen Daffan。No problem. I say Daffan. 我希望我对您的姓名的发音方式是对的。你是叫 Daffan 吗？是。好，
那现在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告诉消费者，让消费者自我保护，不要跌入这种天上掉馅饼似的骗局。好，非常感谢 Sandy， 感谢各位加入。我看到在场有很多人，有很多都关注这些话题，我们很荣幸加入此次会议，也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们的信息，也期待回答大家问题。我们今天加入此次会议是因为这些虚假的工作和就业骗局、赚钱骗局导致了很大的损失。在2023年上半年，那 FTC 就已经接到了这些的26000多个投诉，导致超过$2.3亿的损失。我们了解到这些骗局的模式，我们也有一些消息和资料为大家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资料进行分享。那现在呢，我打开一个 PPT， 然后详细介绍一下，那也期待大家的问题，如果我能够看直接在蓝灯光中回复的话，我也会。So, first, I want to say. 首先，我想说。Here we go. Hopefully that works. One important note here is that. 首先，介绍一下 FTC。发现有色人种社区更容易受到这种诈骗的影响。大家可以在网上，在这个屏幕上看到最近少数族裔群体受的影响。有些研究显示，对于黑裔以及老人影响尤其严重。大家可以看到2021年的 FTC 报告上可以看到具体详情。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好。I can see it. 目前看起来都还好。好。但是呢，不幸的是这个诈骗其实已经由来已久，我们认为最近有所上升，所以现在提醒人们尤其重要。我觉得有几点是主要原因。首先呢，是工作方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疫情后在家办公。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经济，有很多的零工经济，而且经济有下滑，所以呢和雇主沟通，用网上沟通，面试在网上进行都非常常见，所以呢，诈骗者就利用这一点，他们就会发布虚假的工作，虚假的猎头或者是人力，他们在 LinkedIn 或这样的网站上发布虚假消息。他们甚至整个面试过程都是虚假的，他们可能甚至会发布一个虚假的工作录取函，看起来非常的真实，但其实却是假的。人们会相信自己拿到了这份工作，然后会把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及银行信息发给这些骗子，因为这些骗子呢，他们非常精通骗局，所以把这些事情做得非常真。在一周以前，
在七月三号，这是我们看到的 FTC 收到的邮件，这里面这些仿称自己是大公司的骗子，往往会仿称的一些大公司，包括沃尔玛、还有 UPS 等等。所以人们就很容易受骗。我们希望各位能口口相传。很多时候这些骗子的邮件看起来就跟正常的招聘邮件一样啊。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虚假的和工作相关的支票邮件，就是比如说雇佣您的人给您发送一个支票，可能看起来很正常，他们会把这一切做得很真实，但是呢这个支票是假的。在受骗者去用这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或者是发送礼品卡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个支票其实是假的，根本提不出钱来。如果有人给你发一张支票让你用自己的钱去买东西的话，即便您看到您的账户里面有转账，但是也要小心，因为可能这个支票是假的，而且很多时候银行发现支票是假的其实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中间的时间差就被这些骗子给利用了。那另外一点呢，人们要担心的就是虚假的商业机会，这些是我们看到的常见人们提出的投诉。有一些话术，比如说你可以自己当老板，你可以赚大钱。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例子影响到不同的社区，这是一个拉美裔社区的广告，这个骗局主要针对的是拉美裔妇女，拉美裔女性，她们用的是电视广告，她们说如果把香水卖给社群的成员的话，她们可以自己赚钱。可以看到这个女性她手上拿了一大笔现金，那很多时候呢人们在这样的骗局当中失去了自己的钱财。2021年这个项目已经被关闭。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是一种工作诈骗，而是一个辅导诈骗，就是职业生涯辅导。就是说有人讲我们会告诉你如何挣大钱，可以在网上赚钱，或者是在股市赚钱，或者是翻修房子赚钱等等。这些看起来都很真实，因为他们总是追踪热点，而且也的确有一些人通过这种方式赚钱了。但是呢他们骗子使用的是这种职业辅导的方式来诈骗钱，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其实提供的辅导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我们还有很多用其他语言，比如说像这里面看的是拉美裔、拉丁裔、西班牙裔的语言。这些骗子他们专注于说英文的拉美裔社区，要么是骗他们让他们自己做生意，或者是采取其他骗局。
现在这个案子是在起诉阶段。好的。Warnings about what kind of scams to look out for is. 那我们应获得哪些首要信息呢？首先，如果你的读者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他们怀疑是骗局的信息，那请向 FTC 举报。大家可以在图中的网址上进行举报。那我们每一天都会进行检查。那我们要致力于阻止这些欺诈行为，来维护大家的权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社区成员中获得信息，可能他们看到邻里经历了相关的事情，那他也可以帮我们了解情况。好，那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请 Sandy 主持。我也很乐于回答大家的问题。我其实作为主持人，想要利用职务之便来率先提问。第一，当这些诈骗的人，他们可能会获得收益，那这些钱会用来做什么呢？那像这些，他们的回报收投资回报率如何呢？感谢你的问题。那这些欺诈者有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比如说他们要收取个人信息，像不只是你需要发一些基本信息，还需要像社会背景调查，或者像社保卡号码等等。那他们会把这些个人信息再贩卖给第三方。那此外呢，他们会说，你看到这是支票，你现在要用这个支票来给我们的客户买礼卡。那这些骗子最后是礼卡的受益人，那他们就可以很快的使用这些礼卡，也很难进行追踪或者追回。那最后你发现支票是假的，但是他们却已经把礼卡用光了。那或者说你需要买这个昂贵的设备，再寄到某个地址，那他们最后骗子收到了这些设备，但是却没有为此支付金钱。很多时候，可能他们只会骗一点钱，但很多时候会骗好几万。那有些时候他会哄骗受害者申请信用卡，说你会成为百万富翁，但结果却都是骗局。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骗子他们使用众多的骗术来获取钱财。好，那其中这些骗子他们骗取的最大一笔资金有这样的案例吗？通过这种求职虚假信息来进行大额诈骗。那此前我们看到The scammers in just that one. 有一个骗局是所谓的我的在线培训课程。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骗局中，骗子骗了$3亿还多。那此外呢，我们也从相关骗局中的这些结算案，那最后也追回了数亿美元。好的，那下面我们接受提问。首先 Henrietta 请提问。
非常感谢 Sandy。如果有人收到一封信，收到一封邮件，说你录取了，你有一个约会，那人们要如何证实呢？非常感谢。那可能有些情况下，骗子会假装是一个真正的雇主，那他可能会要求获得你的个人信息，并且在之后的步骤中可能让你买某个设备或者让你买礼品卡，这样他们能获取钱财。那要如何辨别真伪呢？这很难。我们建议客户要通过自己调查来了解这些公司，并且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这些公司的官方信息，证实他们确实在招聘，证实他们这不是虚假信息。那其实这需要很多的自行研究，这在当日尽关重要，当日至关重要。好的，那 Pedro 请提问。大家好，我的问题是，那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诈骗的方式，那要如何辨别真伪？怎么知道哪些是真的呢？这个问题很棒，我想其实很难。我们的论调不能是说这显而易见，你要自己就弄清。其实这并非显而易见，骗子骗术很高明。那很多时候关注那些拼写错误什么的并不会起到帮助。那我的建议是，当你在和公司进行交流来讨论某个潜在的就业机会时，你需要在网上进行查证，要知道这些公司是否被卷入了欺诈。那当然可能有一些知名公司像沃尔玛等等，那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查找这些公司的官方电邮和电话渠道，来独自和他们进行证实，了解之前收到的这些通信是否是真实合理的。那我们知道像这些骗子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可能会在邮件中放上所谓的官方总部地址和电话，但这都是他们虚假捏造的。所以说我们鼓励客户自行进行调查，并且独立的进行联络。好的，下面请 Floyd 来提问。非常感谢。我的问题是，刚刚你也提到说抓到了一些欺诈者，那他们是否会被受到法律制裁入狱呢？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精彩的问题。那 FTC 是一个民间的法律诉讼机构，那我们是有权利促进法院来把这些骗子绳之以法，并且为我们的客户追回这些钱财。但
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些骗子入狱，但很多情况下这些骗子他们会入狱，这是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骗子他们和刑事运作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也和各方合作来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非常感谢。那 Abu 也要提问，感谢你加入今天的会议。大家好，我的问题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骗局，特别是有些时候会有电话诈骗，很多时候这些人已经通过银行转账把钱支付给了骗子，但银行会说那我们已经把钱转出去了，不可能把它再撤销。那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建议呢？此外我们看到一种新现象，比如说有人会收到来自陌生人的钓鱼信息，说你是某某某吗？你说不是，对方会说你看起来很友善，我们能联络吗？等等。那这种要怎么甄别呢？非常感谢您提的问题。那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对于这些短信欺诈其实数量大幅上升，这令人担忧。我想你说的是对的。那这些短信诈骗一开始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搭讪方式，比如说你的包裹寄送有问题，或者说你的电话服务银行账户有问题，并且附一个链接。那我们首先建议大家永远不要点这个链接。那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要首先自己和银行和服务商进行联络。那还有很多时候呢，人们使用的像短信或者其他通讯软件上面会有一些冒充个人的这种联络方式，那我们建议大家擦亮眼睛，因为很多时候这些骗子他们可能会很善于沟通建立信任，所以说这方面一定要谨慎。那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涉及银行的这种支付方式，那可能有些时候人们已经把钱付给了银行，但两分钟后发现受骗，想要追回但却无法追回。那我要说的是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那不要纠结于是否你能追回钱，那其实这主要取决于你是怎么支付的这笔钱。那我们在 FTC 网站上也有相关信息告诉你，你不同的支付方式会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像支票、现金、银行转账和支付软件都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可以采取。那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在我们刚刚提供的网址上立刻进行报告。那我们认为这对于建议下一步至关重要。那首先要甄别
你的支付机制是什么？好的。Take three more questions. 那考虑到时间因素呢，我们再回答三个问题，请各位提问者简化问题，且请回答者回答简化您的回答。现在有请 Jet 提问。Hello, can you hear me? 大家好，能听清我吗？ Yes, thank you. 可以。好，非常感谢 Sandy。我的问题非常简单，有没有针对亚裔群体或者是中国华裔群体的虚假工作诈骗，有没有可以举例的？这个问题很棒。我听说有一些针对于华裔群体的诈骗，是在一些沟通网站上，人们在这个社区的人群可能经常会用那些通信的软件，大家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查看。我们会强调说口口相传这些诈骗的方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诈骗是通过多种语言传播的，无论是在华语还是在其他社区都有。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好，非常感谢 Jet。 FTC 有一个很精彩的新闻发布会，是关于在微信上面的诈骗方式。我们会给你发送相关的诈骗的例子。那么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希望讲者能够在聊天框中回复。有人问 Janice Malone 提了一个问，有请您开麦提问。Can you? I'll ask her question for her. Sorry. 那我来帮她提问吧。那如果有些电子邮件看起来非常合法，但是却是骗局，我们应该从电子邮件中寻找哪些线索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很棒。有一些线索，比如说拼写错误，或者是语法错误，还有邮件地址是个人地址还是一些公司地址，或者是看起来像是公司地址但其实不是真正的公司地址，或者是邮件地址有点奇怪。但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无法通过这些线索就完全判断，因为现在的骗子越来越精明，他们可以去做一些方式来假装，他们可以复制一些照片或者是签名来保证这个邮件看起来像是真的。当然大家可以借鉴这些线索，但是不能够依赖这些线索来判断，不能因为没看到这些线索就觉得是一定是真实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联系官方渠道证实。那这个和其他的问题相关，有没有某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的类似骗局非常多？有没有某些国家的骗局针对的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包括虚假的生意赚钱金等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最开始也说了，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环境中，的确全球都有人在运营这些骗局。
$3 million from U.S. 我们刚刚也说了，美国消费者付出了三亿多美金的代价，有些时候是来自于骗局，有些时候来自于菲律宾，有些时候来自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我们现在 FTC 和国际贸易代表和印度政府还有其他的国际政府都有在合作，我们也了解到不同国家的骗局，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也有人在行骗，所以无法说如果在美国有骗子的话，那这个骗子一定是来自于国外的，这个是一个全球现象。那我现在考虑到时间，就直接帮他提问 Rico。 如果简单读短信或者是接电话而没有点击链接的话，有没有风险？有没有某种方式通过这样诈骗者就能够获得个人信息？个人应该采取到什么程度的小心措施呢？这个问题很好。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简简单单就只看信息就能被诈骗的例子。在电话诈骗方面，我们的确是建议呢，如果你接到电话是一个机器的声音，自动的声音，语音，那您就直接挂。因为有些时候骗子说你点二来取消订阅，但其实你这样做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取消订阅，所以就不要和这些电话来互动，直接挂断就好。那我看到有人提问，看到你的举手了，那我们有请。大家好，早上好，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也收到了几个这个诈骗的信息，说比如说是购买确认，说非常感谢您的购买，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打这个电话，我就直接把这些邮件给删了。我也看到这种类似的骗子，我也了解到为什么这些骗局会有效，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恰好买了这个洗碗机或怎样。我觉得这其实就是骗子设计的一个规则，来筛选出一些可能被骗的人。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演讲，请先别走开，我们有请下一位讲者。他也会给我们介绍，来引荐我们的故事讲述人 Rosario， 有请。好，非常感谢各位。我之前没有办法开麦，主持人得给我开麦。大家好，我认为呢，我们的故事讲述人他有点遇到问题，所以就得先下线了，希望他也能回来。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要讲述的一个故事，就是 Katie 在演讲当中提到的一个案子，叫做针对于拉美裔群体的一个骗局，是以西班牙裔用西班牙语在电视上做的广告，主要针对的是西班牙裔的女性，比如说就是让他们去
推销一些奢侈品。比如说在这个故事讲述人当中，他被告知、如果他去销售一些金饰珠宝的话，他可以获得很多钱，所以他受到了吸引，受到了诱惑。因为他就在家，他想要在家里面赚钱，所以呢他就接了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呢，几天以后他们给他打电话说他必须得付$299，然后他们会给这位女士送一个快递。这个就是一个警示信号了。如果你要买一个产品，其实用 money order 的形式来提前付款就有点奇怪了。一般情况下是在产品送到之后才会需要付钱的，用 money order 也就是汇票的方式是有点奇怪。而且他们还威胁这位女士说，你最好把钱准备好，因为你已经做出了承诺。所以呢，第一次电话其实就有一点恐吓的意味了。她说她接到快递时收到的其实是垃圾，而非是真正的珠宝。她也尝试和这个公司联络了好几次，然后公司就说了一些话，我们也要警醒这种现象。这个公司说，如果他真的想要赚钱的话，还得要再付钱。后来他失去了这些钱，但最后呢，把这个骗局举报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查，把这个诈骗骗局给关闭了。这是在2019年的骗局，三年半以前，在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骗局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那在我最近和这位消费者去沟通时，发现他仍然讲得栩栩如生，因为这个事件对他的事件生活影响太大了。对他来说$299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他当时本来是想要挣钱的。但最后却发现自己还亏了钱。所以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在西班牙裔群体当中 TV 电视广告受骗的这种情况。我一直想强调，你在想找工作时，想找生意的机会时，一定要确保做点研究，可以到网上搜索这个骗子所声称的公司，然后看一看人们对这个公司的评价。因为很多时候有人会在网上举报。另外呢，不要在没有和对方去见面的时候就付款。如果你想有商业机会，你觉得自己可以用这个机会赚大钱，在你相信他们的花言巧语之前，你要和身边的人和其他人去讲一讲这个事儿。
we are here, maybe this is not really. 问他们的意见，是不是有些破绽？可能其他人已经听过类似的骗局，会告诉你要小心。所以呢，和其他人讲讲这种事儿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也理解和其他人讲这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我是来自于西班牙裔群体，我也知道在这文化下和他人讲说自己可能会被受骗是会让人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这总比被骗好。或者是你也可以告知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举报，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也可以调查，看看如何去阻止。好的。A question I'd like Henrietta Burrow. 感谢。那 Henrietta Burrow有一个问题，请提问。Thanks so much, Sandy. Rosario. 非常感谢。那我的问题是，在其中这些媒体公司，他们帮助欺诈者发布虚假广告，那他们是否可以负责任呢？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想 Kitty 可能有更好的答案。那我们会对媒体有一些建议，让他们了解如何更好的发布广告，那这样媒体也能够在报道方面有更多的责任。那同时呢，在发布广告时，他们也要更好的进行信息筛查，来了解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那这些帮助骗子发布虚假广告的人，这些公司，那这方面是否要进行调查？I think Katie 可能也想要补充。那 FTC 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指导方针。那我要补充的是，在进行深入调查方面，其实并不多，但确实有一些有关像减肥产品这方面，大家都很容易注意到隐患。那比如说能够让你立刻就减重50磅，这看起来就像是假广告。那此外呢，还有一些一夜暴富这种广告，那如果我是广告商，我会对此感到担忧，担心这是否最后会造成伤害。那 FTC 总是会关注各种方式，来关注在整个市场中哪些人在为这些骗子提供帮助，让他们帮他们谋取钱财。那我们也会甄别他们造成的伤害。那正是因此，我们也对于像 West Union 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比如说为非法电话提供服务的一些通讯公司，我们都对他们进行了诉讼，来帮助解决问题。那 Floyd 他也有一条建议，请发言。Yes, thank you, Sandy. 非常感谢 Sandy. Yeah, I was wondering if the liaison that FTC. 那我的问题是，我想说，即使
FTC 等机构也可以把这些有关骗子被定罪的新闻稿进行发布，并且我们 EMS 等机构也可以帮忙分享，这样有助于起到震慑作用，并且也能够让少数族裔社群了解这些骗子是有可能被追责的。非常感谢，那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那我想我们除了起到震慑作用外，也可以鼓励社区能够加强报告。那我们确实发现特定社区他们进行报告的比例更低，比如说像大部分非裔群体和拉美裔群体，那其实这令人担忧，因为他们通常在诈骗中首当其冲。那我们总是想鼓励大家进行举报，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并形成良性循环。Sunita， 请提问。Can you unmute? Yes. Thank you, Sandy. 非常感谢 Sandy。那我想我们在电脑上玩游戏时总是会看到这些虚假广告，比如说你只要玩这个游戏就能够赚钱，那要如何避免这种欺诈呢？那我可以讲一点，不幸的是在网上总有很多空头承诺，那只是玩游戏怎么能得钱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提供个人信息，或者会被困在某种不想要的境地之中，那这是 FTC 担忧的情况。人们通常用黑暗模式来使用来形容这个问题，那这指的就是网上一些套路引诱人们做一些他们并不想做的事。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可能不了解情况，那我会告诉孩子，除非你真的懂，不然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些承诺。那可能有些时候很多公司他声称说会为你提供一些福利，但这些公司其实可能会从这个互动中获益。那 Mark 请提问。那我的问题是要如何关闭推送呢？我已经关了我个人偏好设置，但很多时候还是会收到推送，要怎么做呢？那我也知道在 FTC 网站上其实也有一些相关资料，那我们在 FTC 有一整个部门是关注个人身份保护，那这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好的，那 Lyndon 请提问。我的问题是，那当 FTC 收到一个举报时，那从他们收到举报到最终一个欺诈业务被关停要耗时多久呢？那非常感谢你的提问。那
我们之前也为大家提供了这个链接。To every report. 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举报都予以回应。但当我们确实展开调查时，我们会联络这些消费者，让他们作为证人。那可能中间会耗时一年甚至更多年，最后这些受害者才能够追回钱财。那很多时候一些受害者他们会进行举报，但之后就我们只是会表达感谢，接着就没有下文了。那这是因为我们每周都收到上万份举报，我们没有能力逐一进行解决，但我们会通过基于这些报告了解最新趋势，了解有哪些新动态，进行政策制定，加强教育，并且基于这些来展开诉讼行动。那同时呢，这些举报信息也会引起我们所有众多执法机构的注意，那所有众多执法机构都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来展开恰当的行动。那非常感谢大家。首先，我想要说，我高度建议今天所有参会媒体都订阅 ftc.gov/consumeralerts 这个网站，那上面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报道，能让大家在纸媒和广播上进行报道分享，来加强大家对于欺诈的了解。那其实我很喜欢看这个频道，那很多时候看到消费者注意这个词，我都没有意识到它是 FTC 的官方标签。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需要写新闻头条，那你认为今天发布会的新闻头条应该是什么呢？你希望我们如何进行报道呢？ Katie 请发言。那如果你在找工作，骗子在找你，加强研究，提高警惕。这个听起来很棒。Rosario, 请发言。我的标题是，看到什么请报道，无需亲身经历，哪怕身边有人分享，也要举报。那如果你看到社区中有一些不良操作实践，也请举报，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情况。好的，我想告诉两位，可能你们我没法给两位写头条标题的工作，但我实在想邀请两位再次加入我们日后的会议。非常感谢 FTC 主动进行交涉，来为大家进行提醒，并且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教育。感谢你们，希望我们能够加强信息传播。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